原本我是想画一个武生京剧里边的，硬生生的给我画成了一个桃子，所以说化妆师有过啊啊。然后我觉得这个虽然我们轻描了，长帅了一点，但是节目组的这个一叶子你们发的太少了，我们四十几个就有家人有儿女，来回去有婆婆爷爷奶奶，你们有点抠。不，我觉得除了这个三个人啊，得加一个一叶子的主管。你说导演说哎呀我们经费不够没钱，一叶子干嘛呢？干嘛呢？今天一叶子代表应该在现场，他应该听到了。最后一点我想吐槽一下我的队长，有点怕，缓一下。首先成也罗志祥，败也罗志祥。好，我队长从来不夸我。哦，好喜欢你，好喜欢你，你在旁边等会儿待定。我好喜欢看待会儿，你待会儿。四十九进四十的时候，我罗队很爱我，一直盯着我看。然后跳完之后，罗队说：“哎，袋鼠，你今天不在状态啊。”然后千玺队长立马就说：“好，我决定要代替袋鼠。”袋鼠，你今天不在状况内，怎么会这样？最后决定是。袋鼠，我以后回去改名字，袋鼠的袋变成待定的袋。我看上期节目，大家说我有黑幕内定的，你懂啊？待定这么多回忆活了，说我背景很硬啊，这全托我队长的福。但是今天在这里啊。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因为我很喜欢罗志祥，所以说我一定要把我唱了十年的歌唱给你听。预备起，昂头寸步，要打起的命，准备跟我上街去游行，把地今天要证明，什么舞统统都搞定，点亮你眼睛。小老弟，年轻耍酷那一定巅峰力，洗耳恭听快马起来学习，打发山新收徒弟，想要学习皮要绷紧，要跟我认清。 I wanna know 你信不信， You gotta know 别怀疑你自己的本领， You wanna know 我是冠军啊。 We are the show, we are the world。袋鼠哥，你刚刚绝对是全中国最厉害的一位歌手，你身边这些伴舞，我的天哪，罗志祥有这个待遇吗？袋鼠，你没感觉到咱们冠军在后面给你伴舞吗？我看到了韩宇哥在后面，感觉怎么样？下回接着伴。罗翔，刚刚他讲了他的心声，你要不要夸夸他？还是一样很喜欢你。待定。我这个人是这样，我对自己的人我不会常夸，我会把夸别人的话呢会对别人说，那自己人我会变得更严格去看他，因为我希望我的队里面的人都可以越来越好这样。谢谢，我们也要谢谢袋鼠，谢谢。
志祥修楼梯战队成员 Popo Niki 袋鼠何展成赵鹏程吉祥谢文科徐少林田一德王新一修楼梯英文叫做修楼梯，那修楼梯呢也比较有那个网感嘛，那也希望就是可以传递下去。这一次的大秀跟之前的开场的那个大秀比较不一样，那这一次走的比较剧情化，然后又加一些喜感的东西在里头。我们是被一群黑衣男追，那我们就开始跑，那不知道跑到一半突然间跳舞，就跟印度电影一样，你知道吗？对对，把它抖麦克抖个，把它这样喊你那魔力嘎的多，就开始跳舞了。他做的东西我觉得 OK， 但是我想要看上身 solo， 不要碰地板，你先忘掉你是 B boy， 我要看你能不能上身 solo。我就想一直让他不要跳 breaking， 是吗？肯定是的。我想说，我来这里，我只想展示 B boy。他不懂 B boy， 他真的不懂 B boy。他让 B boy 不要下地，我觉得这是对这个舞种的不尊重。他应该去学习一下什么叫 B boy。不管他能不能接受，我不可能为了你改变。我当然知道有一些是很专攻的，但是我也希望每一个舞者他能够接受每一个不同的舞种的讯息。我以前也玩过 breaking， 所以我很清楚别人以前瞧不起 breaking 的人，他为什么不能排舞？但我就想要克服这一点，所以我练了排舞。我真的希望不要让别人真的觉得我专攻这个舞种就不会跳别的舞东西。我觉得 B boy 没有必要这么编排啊。我觉得他对 B boy 还蛮严格的，确实很多的 B boy 他们只会做招式。
Sorry， 抱歉，谢谢。哎，没过。我觉得有可能会有团战，如果在团战，我希望我可以编很多东西，而不是只有 breaking。亚洲舞王，其实这个舞王是不是真的舞王，我们心里面都清楚。在我编排了一个很完整的节目以后，你说你喜欢，然后你又不要我，这是为什么 ？OK， 下一位。会紧张啊，真的会。如果我是选手，我也会紧张，因为我相信今天每一个来的选手一定都有很多的招牌、奖杯等等，但来这个节目，我相信一定都会有一点紧张。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拿出你的全力跟。这就是街舞的精神出来。没问题。你跳的是？我跳 breaking。breaking。对。Go。有很多人对 B-boy 的迷思就是，你很会摸地板，但你上身的时候已经不行。你刚刚跳 locking， 因为 locking 是我很专注的东西，所以我希望如果我现在给你这条毛巾了，你 B-boy 很强，但是我希望你做上身也可以很厉害，你做 lock 你可以很让别人觉得哇 ，B-boy 也可以跳 locking。OK， 加油。真的可以。因为他是能让你感觉到他是真的能够对舞蹈有很多的想法跟观念，还有他的律动 grooving， 所有东西在里面的时候，你做任何舞种你就觉得他有底子。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建宁，我是来自河南的吉祥。这次想来 battle 的就是郭建宁，因为我每一次比赛的时候，我遇到他就输过很多次。我听说这次有很多人来挑战我，但是 I don't care， 随你们来，我应战。你好，我叫吉祥，就是拿过很多就是中国国内那hiphop 冠军。你在哪里？日本。在日本。哇哦。音乐。我觉得不错，他是我想要的。你最后面会选我吗？会。我们一起拿冠军啊！好。别离开我。别离开我啊！好的。你真的很强。没有想到他是毫不犹豫的给我，感觉那很强，冬天进了一个暖被窝一样。下一位。我刚才那个小兄弟四次，相当不错。
这个肯定进。给他。Sorry。为什么直接跟他 sorry 啊？这都没过。差低了，我感觉。吉祥都进了，我感觉郭敬明应该也进，但是他没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抱歉，很遗憾，他也跳得很好，但是动作有点架构不清楚。郭敬明是直接带定的没有睡，就是对不起，直接就淘汰掉了。哪怕跟其他人其他跳 hiphop 再 battle 一下，吉祥啊等等一些，对吧？那些都可以 battle 啊。你跟我说你赢过他四次，你赢过他几次，他拿过多少冠军，其实我不在意啊。有时候输是看评审的喜爱，这次评审是我。我还是要跟所有的选手说啊，我相信每一个选手可能身后都有很多的招牌，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家里有很多的奖杯，甚至很多的冠军，但是我的毛巾就这么少，所以可能有会质疑为什么我觉得我跳得 OK， 但是你们却不给我们的公平在哪里？但是你要先想一下，后面还有多少人是比你强的，所以有的时候呢，请不要介意，好不好？我们都是为了街舞而来的，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用舞蹈去表现自己。OK。哇，好高，好帅，好年轻哦。对。我猜不到你要干嘛。我一开始以为他是跳那种现代艺术，那种在剧院里面表演的那种的舞蹈工作者。哎，你不穿鞋啊？哇，摸不着头绪的一个人。所以，我是一个 freestyle dancer， 主要跳 Viking， 但别的都有跳。Viking， 对，哇 ，Music。我觉得我是很特殊的，因为全中国跳我这种风格的 freestyle Viking 什么现在是没有的。千万不要以貌取人，他有让我觉得惊讶。哦吼！我有看到锅底有料哎，毛巾，还有火锅，哇塞！然后我有火锅底料，像做梦一样啊！我真的是做梦了。I come here 是来拿 champion。 小猪你好，我是小猪。你叫小猪啊？我会把我的这个怒气跟情绪放在我的舞蹈里，然后我觉得你一定要学我。我看看哦。哇哇哦！因为他呢，在我们业界那个时期是算是自杀性 breaking。以前我在当 breaking 的选手的时候，我是最怕遇到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选手是太可怕了，就是直接 bang 一定会哇哦哦 ，monster， 你就是 monster， 这组的实力应该是最强的，每个舞种都强。他们说的死亡之子，对对对，这一组是死亡之子。还有比赛，神一样存在。Oh my god！真好，像神一样的存在吧？不用跳了。我还可以退赛吗？我想回家。
一走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天了，觉得老天爷还对我真好。口罩拿下来之后呢，我就都要比的这个招牌动作。咱不说甭玩了，还比什么比啊？人都来了，对吧？人都全美的这个了，对吗？完全不想跟他敌对的人。给你这条毛巾，之后你会跟着我吗？对，好。就给了拿枪瓶。好。OK。OK。Oh my God！ 他是唯一所有选手跳舞让我起鸡皮疙瘩，让我印象很深刻。啊，太炸了！连接还有他的音乐正好是都是在那个节奏上。哇哦，我有很多武器了。你们三个可以吗？弄死你们。超级喜欢你的笑，然后你的动作还有很多的感觉。我看其实不光是舞蹈，我很注重魅力跟感觉的一个人。这条毛巾就可以给你。当他们展现自己的那一刻，能散发出另一种光芒，这是我喜欢的。我选的真的是最好的。然后下一组，孙露雨、林雨，来吧。你们可以搬一下，就是从对比当中我能认出来这个是我要的或者这不是我要的。我相信别人，我选出来的实力也不差他们，是最出色的。好了，现在已经四组全部结束完了，剩下所有待定的准备摆头，大家一起加油。哭，小飞，首先晋级，原野，恭喜！整个的表演跟音乐融合得特别好，恭喜！因为每一个选手是我深思熟虑选出来的，我也相信他们是最好的。可以从里面找到我更确定的人选，不会留下遗憾。WPG 世界街舞大赛所有冠军刘自明，紧张吗？本轮考核罗志祥没有逃票权。啊，有了，哎哎，加油！小猪，这是你的，啊、是我的选手。我个人觉得，我选了25位，在今天会进几位呢？基本上15位，
说，其实就是说能会有一个很完整的这一个表演的一个秀，但是给我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前面的动作有点黏。就是我的感觉，你们的决定跟想法都可以说出来，都可以。其他队长在点评我的选手的时候，其实我都是一个很公正公道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来，那现在准备，三、二、一，请投票。哇，卡得好严的呢。我是觉得您动作爆发力特别好，然后那些编排的点上面卡的也特别好，唯一可惜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动作有点松了。对不起，对不起，下一位。哇，好严啊，这都给过。有请 KOD 世界街舞大赛街舞季军杨林。哦，也是罗队长的。紧张啊，紧张啊。我当时选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很欧美，你知道吗？他的爆发力又很感染到我。所以我觉得是应该看着更干脆一些，就包括有一些节奏拍子还没有卡上，可能有可能是第二个出场，然后有一点紧张的原因。但我要帮他说一句，这样的选手在今天一百位里面的舞者来说算是稀有的。嗯，不是吧？在我的团队里边有很多。很多不代表有可能去的你那边是有太稀有的吧。OK。 来，准备队长投票，三二一。 Sorry。 我觉得每一个队长喜欢的东西不同，其实有一些是直接可以让他们过的，但是我不知道其他队长的想法是什么。哇，这个太严格了吧！今天，现在目前还没有人坐在这里哎。因为我们当队长，也不是说我们能力比丹 Sir 好很多怎么样，我们是要有一个我们自己心里的标准，我们就靠我们这个标准来选丹 Sir， 对，就靠实力说话。我先做自己的特效啊，打脸呢。好，有请下一位。有请 Just Bo 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 Hip Hop 亚军代数陈正义。本轮考核罗志祥队长没有投票权。前面都是你的，都抽得好啊？不一定啊，最前面不一定好。我也有考虑这个问题啊，可能前面会手很紧，可能会只给两票。我觉得他很强，是真的很强。从海选到今天，我相信再隔几天，我应该还是会一直想到他这个人。我就觉得他跳舞有一种很奇怪的魔力，你知道吗？就是他会给你惊喜。尤其是音乐跟街舞的结合，中西合并，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没有看过他跳舞嘛，这是第一次。对，他虽然是我之前海选的选手，有可能你多夸他几句的话，他之后可能变成你的选手。所以我觉得态度非常好，所有的感觉他也有感染力，舞台的一些感染力会有一些戏剧化的东西。
来，准备。心情就是很平淡，来参加这个比赛就做好了随时走随时来的准备。今天这段作品其实它的架构很好，它对很多的拍、音效、歌词都做得很好，然后它又带一点表演 ，hip hop 的选手，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请投票。他是很厉害，没得说。我就两种结果，要么回家，要么第一个晋级。请投票。对不起。控制力很好，爆发力很好，但是动作做得不满，对，框架也不够好。如果后面加入我的战队，我会有我自己的要求。然后给了两票的时候，我就觉得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但是一般他们 call 肯定会挑那种平一点的歌曲的，我那个歌中间有那么多段，那么多音效处理，他如果跳不好。 OK， 有没有人不服？哎呦，好戏。如果待会时间十就，有没有不服的？有没有不服的？有没有不服？有没有不服的？我相信袋鼠的表演作品完了之后，没有人敢下来做，一定没有人。应该没有人会出来跳我那首歌，基本上都是自杀。关注了亮哥，亮哥也蛮后边的，所以说他是个炸弹 ，call 谁谁爆炸。说我这个号码是靠后的，所以说我只能说是赶紧的要 call 了，不然靠后面的话。49个位置就会被抢到。有没有不服的？有没有不服？